司呢，你以后呢都会搞什么呀？网站。搞这网站，都会给他形影不离的，都会给他形影不离的。好，你注意这个事儿。那我们这个前端页面去展示的时候，它是不是这叫动态网站是吧？我一点之后呢，这些内容就你看这段内容呢，点哪个就动哪个，并且我每次有时候隔一段时间，这个页面会更新是吧？这叫升级更新，它代码更新的，它数据也更新了，啊，有数据更新了。好，即使我不干什么之后呢，即使这网站它自己不更，我们不用手动更新，不用手动更新。比如说这边有一个时间，它就会动态产生，对吧？动态产生，动态每天都在变，那这就叫动态网页了。动态网页了，什么叫静态网页？就是一个普通的文本，这内容呢就是你打开什么，打开什么是什么，它不变化。那动态网页怎么去变化呢？它是给后端的数据库进行连的，你改数据库、更新数据库之后呢，它取来东西之后呢，它逻辑的代码不用变，主逻辑代码不用变，只要改变数据库的数值，然后前端展示的就不一样，这就是动态数据库了。啊，动态数据库。好，那网站究竟怎么去写出来这个网站呢？比如说阿帕奇，这是静态的，然后你怎么它置将呢？这是动态，动态语言之间如何给它传数据？它如何把这数据呢给到阿帕奇？阿帕奇又如何给它变成？一个静态网页传到我们前端的，给到浏览器的，浏览器通过这种，超文语言传输语言进行就是标记语言 HTML，然后进行给它展现出来呢。今天呢，咱们就揭开它的面纱，一步一步来，从零开始，好吗？从零开始。那从零开始，咱先说前一段我给你讲的那个，不是爬虫，Socket。你还记得那个聊天吗？Socket 进程那个，对，server，好，咱们就建一个 web server。好，你注意，我们说这个 socket 前段我们已经给你说了，socket 是在这层的，这是链路层，这是什么层？网络层、传输层。然后这是应用层，socket 就在这儿，然后你就不用关心这些底层的，我写代码传数据到底怎么传，到底怎么传，来下巴弄下来，哼哼，一会儿你就睡着了，要不然，这就是我们 socket 啊，这个东西不需要你，现在这个代码不需要你去写出来，你要理解这个整个思路，好吗？现在只要求你这么干，OK 吧？socket 在这儿，然后呢，你需要。只要调用这个接口，然后其他后边这个细节你不用管啊，实现的细节你不用管。好，那我们说这个，我们说网站呀，网站本质上是不是一个 TCP/IP 这个协议，就是监听一个端口啊？Web Server 呢，本身这个网站呀，网站服务器就是一个 Socket 的 Server 端，它一直在那监听了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啊，监听一个地址，然后还有一个端口。比如说80或者八千，然后你访问这个80和八千之后，它是不是就给你返回一个数据啊？我们的浏览器本质上它就是一个 socket 的客户端，之前我们是自己写的是吧？浏览器就是 socket 的客户端，户端，就是它的客户，它当它。在这一直接能客户端去连接它，然后它会给它返回一个数据啊，有个数据接收完之后，这里有后端数据库是吧？当然有你的代码进里往里边去取数据，取完数据拿过来，并且在这儿渲染成页面给到它，它呢通过这展示出来，OK 吧？好，咱现在一步一步来这一个步骤怎么实现的啊？怎么实现的？好，那为了简单起见呢，这个快速搭建呢，我就不写了。把之前的拿过来，写一个吧。好，我们只需要 input socket，然后呢，s 等上一个 socket 点 socket 是吧？然后这个 sorry，这小块一样是吧？这里边传一个 socket 点这个叫做 a i 什么 af 是不是 IPv4 意思传？IP 这个 AF 什么 in，我找一下啊，这记不住，int 的吧？
记不住，真记不住。来看一下啊，啊，就这个是吧？好，把这都拿过来吧，这都拿过来。比如说，我就监听本机的，监听本机的，或者我不监听本机的，我监听一个本机的地址是10.10.102是吧？我们的地址是多少？这个我这地址你连的那个 VNC 忘了吧？245是吧？不是变了吗？不是150吗？哦，150是另外续集是吧？行，245。好，那我就监听一个8000段口是吧？8000段口，我再先看一下我的8000段口用了吗？个是百千，没有用吧？不是，再用。9000呗，可以吗？9000。这叫灵活，这不是随便，好吧？什么话到你说出来就变味儿。好，就是刚才猜了没错是吧？int 是吧？IPv4 的，然后呢，这叫用 TCP 协议传输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这个是保证它重复使用了一个地址的保证使用。然后咱就先这样，这是不是绑定一个 IP 和端口啊？也就是现在我监听我的本机的 IP 这个端口。之后呢，我现在在这儿允许多少个链接连接我？比如说咱们班有多少个？写50吧。好，一会儿你都可以试试。然后呢，之后这样我们怎么去监听 accept？这是不是就开始站在那个什么车站个等人了？等你的访问啊，是不是？就开始等远程的客户端的访问了。访问人这边一个 CON，然后呢，他会返回一个 ADDR。ADDR 是不是这个地址啊？就是客户端的地址，对吧？是这意思吧？然后呢，如果你想一直去监听，你是不是可以在这儿写个循环呀？写个循环。如果有监听地址在，站起来。这个很重要，你一会儿这个真的很重要。好吧，你要那什么的话，到时候你学那个网站呀，就会有问题了，就会有问题，就会听着还是很迷茫那种样子啊。好，咱们继续写。然后呢，我们拿到这个链接的时候，是不是可以一个 receive 啊，去接收这个。接收的时候，你可以定一个一次接收多少个字节，比如说咱们大一点，8096。行，应该不是8096吧？102，行，就这吧，4096是吧？好，应该81多少？行，就这样。好，这个呢，拿到这个内容，汤，啊，八一九二，是八一九二吗？二六一十二，八一九二，好，漂亮。CON，content 是吧？这叫内容，data 内容，这是一个二进制的是吧？这个二进制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打印一下 content，然后呢，你是不是用 str 去给它转换？就先弄二进制了也行，好吧？先弄二进制也行。OK，咱们看一下啊，如果来启动一下试试。打印之后是不是得给它关闭啊？close，然后呢，这个叫个 s.close，好，运行一下先。好，应用接收传入网络允许。就是 Mac 的一个安全机制啊。好，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在一直在监听了？哎，对，监听了。你看，我现在用浏览器访问一下，再试试啊。10.0.0.102.24。好，你要默认是不是80？指定端口是不是写个冒号？英文的冒号，英文的9000。哎，你看，说无法正常运作是吧？未发送任何数据是吧？啊，咱们看看，
哎，这个是不是已经得到了？是不是得到了？哎，得到了。好，咱们看看这个是谁发送的，客户端是不是？你看一大堆信息是吧？是。来，我们先给它拿出来啊，拿出来再说。然后这如果转成 STR 就变成这个玩意儿了， B 就给去掉，因为这里没有中文，所以呢我们可以直接可以把 B 给它去掉，来分析分析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它发过来什么。这个图说无法正常运作是，意思是这245是谁？是不是服务器的地址啊？服务器地址突然没有正常运作，它没有发送给我任何数据，没发。我这里发了没有？没有啊，没发，就是没发，好吧。好，对，来，现在我们看看这个浏览器发过来这一大堆什么鬼，你见过没有？ GET 熟悉不？是不是请求了方法？ATP 协议是不是超文本传输协议啊？超文本传输协议来说，它是不是既然是协议，是不是就是一些规定，是吧？如果你说，比如说两个服务器之间，这就是 ATP 协议啊、嗯、，ATP 协议 ，HTTP 啊协议，超文本传输协议。那这是一个服务端，那这是一个你自己来互联网的一个客户端，对吧？如果你想这会你想提供一个 Web 的服务去提供之后再给它传文字没问题，传文字我们可以用什么协议 ？SFTP 这种 SSH 是不是都行啊？啊都行。然后但是这种都是文字的吧，二进制不好弄，对吧？然后还有一些图片还有各种东西不好弄。如果你想给它展现更丰富的东西，然后通过浏览器的方式进行给它浏览，让它浏览。那你就要规定一些东西，我们规定一些，哎，协商一下，你发送什么样格式，我给你回这样格式，行不行？比如说你发送的时候，你给我发送的时候呢，请求发送请求的时候 ，A B 请求的时候，请求时，你必须有两项两个部分，一个是请求头是吧？咱知道吧？请求头就像我们说表格一样，你给我发一个表格是吧？我给你打个比方，发一个表格，好了，如果你给我发一堆表格，比较直接，你写一个什么啥也没写，这个写个一二百，然后呢？三，你知道啥意思不？不知道呗。是不是不知道？你不是写一些，你应该写个表头吧？是不是？比如说这叫什么 ？ID、嗯。哦。ID， 然后这叫什么？这叫内存。这叫你口袋里剩余的钱，好吗？就3块钱。哦，这是不是你让如果发过去之后，哦，我知道这些数据是什么意思了吧？是这意思吧？哎，你这个呢就请求头，我们发送一个文档的时候，你也要给我说一些请求头。请求头里边都搞些什么内容呢？请求的方法 ，get 或者是 post 协议，比如说各种协议有版本更新的，对吧？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法律也有版本更新，是吧？都叫协议，对吧？就是请还有一个协议的版本，协议的版本等等等等信息，有各种信息，好吗？还有这种代理啊什么玩意儿，都各种信息，你这都是太舒服了。你回来我给你靠枕收了，我拿我家去，太脏了，你靠枕我都不行，不是你弄。啊，好，注意听啊，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啊。真的，我不需要你呢，不需要去写出来，你要可以一步一步的理解了。之后你学 NGX 什么这些网站，不管到以后工作当中去分析问题，都是有帮助的，好吗？都是有帮助的。好，请求头和请求体，然后还有一些什么？下面是一个请求体，请求的也就是内容，是不是就是数据啊？好，这是你请求的，我们协议这样规定了，然后我给你返回的，因为我们这个协议呢规定完之后呢，客户端是这样发送请求，服务端呢
返回数据的时候也是这样返回的，哪样返回啊？又规定了返回，好像这个不叫返回，反正就是给他回复了一个信息哈，返回时候也有，哦对，这叫响应，返回是不是叫响应啊？对，这个词叫响应，这不是叫响应啊，响应头，好吧，还有响应体。响应体 ,OK 吧。好，那这个也规定了，服务端你给客户端回复的时候也要以这种格式进行回复，一个响应头一个响应体。响应头里边都有什么，你还知道状态码吗？知道。就在这儿呢。状态码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数据。还有其他一些，还有什么，你还知道 socket 吗？不是 socket, cookie。cookies 好吧，这些都在这儿呢， session 是吧， cookie session 都在这儿，好吧，这些都在这儿。然后呢还有一个响应体，具体你请求的内容，响应体的数据发给你， OK 吗？哎，这就是这个。好，那现在你知道请求体和请求头了，并且还知道响应头和响应体了，你明白啥意思了吧？大概 OK 吗？这是都干什么的你大概应该知道对吧。好，知道之后呢，其实我们请求头的时候呢，就是表明我这个请求整个数据都是什么，对于这个请求体的整个我这个请求的描述了一些数据的一些信属性，是吧，一些属性，比如说我用什么方法去请求的，包括这里我请求了这个服务器地址 host 什么一大堆，我用的版本是哪个版本， ADP 现在都是 ADP 1.1 好吗。好，你究竟1.0和1.1有什么区别，你自己下去搜一搜，这个是对你有帮助的啊，有帮助的。还有回复的时候，这个我们要回复响应头也是这样的，包括 cookie 都可以回复给你。好了，那么现在来认识这个东西。认识什么呢？这玩意儿还有一些规定，怎么去分隔请求头和请求体呢？就杠 R 杠 N 啊 ，sorry 不是杠 R 杠 N， 是两个杠 R 杠 N。这是不是杠啊杠啊就是回车符啊，回车符不对，这两个呢去哪儿了，去这么大，是不是看来有这个，是不是一个杠啊杠啊就是一个回车，好吗？然后呢把这个去掉之后呢，回车看吗，这是回车两行了是吧，一行是不是两行啊，下边是请求体， get 了请求体一般都没有， get 请求体一般都没有， post 的才有请求体呢，好吗？好，先来说这是不是 get 的方法啊，对。然后这里边我们说请求头，这就请求头了，下边就是请求体了。然后呢这请求头里边呢，每个地方呢，每个键值段或者每一个项目都会用杠 R 杠 N 进行分割。这是不是一对？对。啊，这个呢有点特殊，这叫方法，这叫请求的路由。路由你知道吗？比如说你请求的地址是哪儿，你是去你比如说你请求你要访问我根目录下来的东西数据，还是某个路径下的数据，就这意思，好吗？哎，这个路由。然后这是不是协议版本号？刚才说的。然后下面说，你看还有这个，这还有一个杠 N 杠 N， 敲一敲回车，这是什么呀？指定的，我请求的服务器的地址和端口号。然后这还有一些其他的，保持激活什么玩意儿了。然后这个我现在告诉你呢，可能就是保持连接呗。1.1 可以保持连接，什么意思呢？你每次 1.0 之前协议，简单跟你说一把，就是你每次请求呢，这是服务器，这是客户端，你的每次请求，我们是不是都是 TCP 协议传输的 ？TCP 全是可靠的传输协议是吧？你每次去请求一次呢，都需要建立什么三次握手、四次挥手的过程，是吧？这样的话，你每次这个网页现在网页越来越丰富，连接越来越多，一会儿图片了，每一张图片都会建立一次请求的啊，每次都会去请求回复关闭请求关闭。那这东西一旦为网页里一张网页一下会好多图片，你是不是频繁在建立什么 TCP 连接，
建立连接请求数据发给你之后再关闭，再建立连接再请求数据再关闭，这就是 1.0 的状态，这时候是非常消耗资源。然后呢现在 1.1 就是你请求一次之后不用再请求了，请求一次之后呢你就开始进互相进行传输数据了，这叫保持连接的状态。传完之后呢，到一定程度之后呢，你再整个把这个 TCP/IP 连接已经关闭掉。如果你再重新发送一次请求了之后呢，比如说你自己手动发生一些网页了，再发送一次 TCP 连接了一个请求再传输出去，好吗？这中间自动发送的这些跳转啊，这些一大堆都不必再重新建立 TCP 的一个传输的这个链接的一个请求了，不用再建立这个链接了，这就是保持连接的意思啊。我要给你保持服务端进行保持连接啊，达到一定程度一定时间之后呢，它也会断开，好吧？好，这其他的你先不用管，这个有些东西我要告诉你 user agent 看到没有，是不是使用了代理端呀？爬虫有时候呢就是用的这个东西，就是你要代理端，我们用一些模块，就比如说我们提到了那种 requests 是吧，那模块默认的代理端是 Python 2或者 Python 3，如果没有检测到，这是不是一个浏览器啊？每个浏览器都有自己的名字，我发给服务端的时候呢，我说我是浏览器，那他一看到是这个东西呢，他就不会拦截你了，他就认为真的是浏览器，浏览器正常访问我，我肯定要给你数据的。如果是爬虫，你没有设置，有的爬虫会进行反爬虫是吧？非常初级的那种，然后都是用这种。如果你的代理端没有写，没有改写，我就不给你返回数据，啊，对吧？之前我们上课第一天给你教的是什么？那个爬什么？斗图的是吧？斗图那网站是不是一点都没有限制？我没有改任何东西是吧？一点都没有限制，它没有进行反爬虫的一个策略，好吗？我们一会儿如果访问一些网站的时候呢，反爬虫的，你就要把这个东西加到请求头里边，那一会儿我再告诉你怎么弄。然后这是另外的一些数据，然后呢，这叫做监控，这个不管它了，这一大堆。agent 这是不是启用压缩呀 ？encoding 是不是就是解码的时候用 G 什么编码压缩 ，gzip 这种方式压缩？还有这些一些中文的，其他的咱先不管了，好吧？先不管，你主要什么？主要看这个，还有时区的这一大堆。主要第一，这个要搞定，知道？还有这些你要明白，把 B 干掉啊！这是请求的方法，这是路由，然后呢，这是这个。好，现在呢，来这样，我现在是不是没有给他返回数据啊？好，那现在我可以返回一个数据，好吧？返回一个数据，好。返回数据，我不管他发什么，我都给他返回一个数据，行不行？这个发什么之后呢，我先给他关了，然后呢，我可以 con.send 是吧 ？send 之后呢，一些内容 send 是不是 base 格式的 ？hello 是吧？行不行 ？OK 吗？啊 ，base 格式 hello 写个，因为没有中文，你直接可以加一个 b 好吗？啊，来运行一下，是不是卡到这儿？好，那你现在去访问一下刷新就行了。哎，发现还是没有什么发送响应是吧？其实我已经是不是结束了，正常也没报错呀、啊。但是我发送的是你是不是没有识别呀、啊？对，是不是没有识别？为什么没有识别？我发送了这个，为什么浏览器客户端识别不了呢？刚才提到了一个 HTTP 是一个传输协议，超文本传输协议是吧？既然是协议，客户端和服务端是不是都要遵守啊？那你现在我客户端遵守了这个协议，但是服务端遵守没有？他是不是直接给他发一个这玩意儿啊？没有请求头，也没有请求题，是吧？是不是没有？他谁也识别不了，浏览器遵守这种协议，我识别不了。那你现在给他发送个请求头、请求题，行不行？请求头、请求题最大区别是杠 R 杠 N 呀、啊，是不是？杠 R 杠 N。然后呢，后边是请求题，比如说 hello， 然后请求头里边我们可以写一些什么 HTTP， 随便写一些 HTTP， 比如说 1.1， 然后呢写个200什么之类的啊，这之类的，这个具体写法我给忘了，咱一会儿看一下，咱先运行一下，如果猜错了，咱继续再看看，好吧？哎，不对，
这是一个杠杆杠杆是吧？还有一个呢啊，哎，杠杆杠杆是反斜杠是什么斜杠？反斜杠，我说怎么不识别了？我弄不愿意算杠啊，杠 n，还得杠啊杠 n 啊，杠啊杠 n，两个好吗？一对儿就是表示连续换行两次，证明前面是请求投，后边是请求提，好吗？嗯，FTP 是没开呀、啊？我没连上，反正是。哎，拒绝了我们的连接请求。我看这是，嗯，我连上了，你连上了，我为什么不连上啊？啊？什么幺八？哦，你说这个是吧？这我连错了是吧？哦，行，先让他连麦，先不管他，这个。这应该还是这个格式的问题啊，我去看看啊。你返回了，值得吗？嗯，这个 Mac 有时候就奇怪，你其他人来连连，但我不连上，我录了像，这不是没效果吗？不是，我没有启动。我去，你先连了一下呀？我这没有 Word 处啊，你先不要连，你先连连，你连完之后是不是就关闭了？我说了怎么回事呢？大家先不要连啊，让这现在只能接入一个连接，因为没有循环，好吗？你是不是 Hello 返回了？可以吧？那你这时候返回之后是不是就结束了？是不是啊？然后呢，应该在让什么？一次连接应该是在这儿进行循环。然后呢，这个连一下就每次我都在这等人呗，我等到之后，我到接收我给你发过去呗，来，我自己试一下啊，你先不要试，连一次 hello，哦，这有点卡了，这样我把这个 print 我在这打印一下这个地址吧，这样的话我就能看到到底有多少连我了。重新来启动一下，那这个啊，刷新了是吧？这个自动刷新，再刷新一下，有点慢，有点慢。哎，这个直接错误了，这个 bad 什么 dict 是 close，可能 where 处放的不是地方，连接，然后是关闭。连接一下，直接哦，我是自己给它链接了一个关闭了，然后呢，如果放到这儿的话也不合适。Listen，看看啊，如果从这儿去连，就一直在这监听，如果断开一个来一个，我断开一个，正的我又回去在这监听，在这监听之后，那我再设一个可以发送连接，再设，这应该没问题啊。我看这个报错是啥回事？16行，在这儿连接一下就给关了。哦，我这 socket 自己关了，看见没有？我 socket 不能放进去啊，socket 一直在监听。这个新的 socket 一直在有，好吧？这个 socket 不能关，就一直在这监听，一直连，好吧？这总体的 socket 是不是我这监听端口是不是关了？等于说什么呀？我是不是服务 down 了？啊，你这个服务不能当啊，不能当啊！好，每次链接我发送完之后，我就给它关了啊。这个 S 的扫给它发到前面，这谁一直在连啊？这么多人在连吗？你连吧，连吧，随便连去。同时只有几个连的，50个，是吧？动态啊，哦，不是，哎，这怎么也关闭了呢？关闭了，超过50了吗？50个到了，这么快？嗯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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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报错了。
Master， 还是21号，是这个呗？发送这个信息就是有问题呗？我看之前代码是发送了什么信息啊？发送了什么信息？好，那你这个拒绝了我的连接啊？这应该不会拒绝，就看这一直在接收呢。把我拒绝。有点卡，我们等一会儿啊，有点卡。哦，下课下课，好。一会儿上课，你先把这个简单的，你给你看，你能不能敲出来、啊？能不能敲出来？没事，你下课吧，我在这儿呢。